我来记录一下。这个飞灰啊，对，那里他有写吗？不是的，我是说我们的镜头吧。哦，我以为是看不太清楚。我以为你说背灰。好，我们即将要到，要过南回，要到哪里？台东啊。其实这样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是过了哪个弯。我以为刚过那个弯，我就已经绕过了台湾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尖角了。没有。这个好像看起来似乎是没有。没有，他说肯定还有一个小时。哦，好哦。对，